玉姐，你看，我们现在就在这里，翻过这座山，宝藏离我们不远了。好，我用罗盘看看。那你看，朱雀、玄武、青龙、白虎都在这里，宝藏就在这里了。要不我们现在把那个怂包给干掉，然后导游我们俩好好享受享受。不要急嘛，我们两个人能拿多少宝藏，他们至少能帮我们搬一点的吗？等宝藏到手，我们再……怎么办？老婆也丢了，怎么办？唔使惊，我们的方向没有错了，过了这座山就是宝藏。有了钱，要什么样的老婆没有？是不是？下车，走，跟我走吧。哎，走啊！哎，你醒了，郑哥。来，慢点。没事吧？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我们在哪儿。来，你喝口水吧，先。其他人呢？我也不知道其他人在哪儿。我们掉下山崖以后，就跟他们走散了。走散了？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没关系，我们只要顺着野人谷的方向，或许能碰上他们。怎么样？你还能走吗？那我们走吧，天快黑了。来，慢点。走吧，慢点啊。郑哥。啊。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？当然可以了。你。人这么好，怎么到现在都没有谈恋爱啊？这可能跟我的工作原因有关系吧。我们单位里女的少，男的多。哦。然后就是我这个人高不成低不就，也不是个有钱人。女孩子不都是喜欢有钱人吗？也未必吧。那你不就是找了一个做生意的小老板吗？缘分吧。
这什么地方啊？好阴森啊！这里好恐怖啊！没事，走，我们进去吧，也许能穿过去。走。你别怕，这些骷髅都已经成为白骨了，看来已经很长时间了。我想，这些骷髅就是像我们一样走不出去，被困在这里的人。啊，那我们也会不会被困在这里啊？你放心，有我在不会的，我会带你出去的。应该是文物啊，这该属于国家的呀。是啊，可是要是被玉剑和吴军他们发现了，他们肯定会偷走的，我们也阻止不了他们。是啊，可惜这没有信号，我们报不了警。看来只能我们先把宝藏藏起来，等我们出去以后再报警吧。怎么出去了？我们是来旅游的，迷路了，不小心走到这里了。你们看见了宝藏？啊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们不是来盗取你宝藏的啊。啊，对，我们真的不是来盗宝藏的，你别伤害我们。我封印在此几百年了，你们中。有人是来盗取我守护的宝藏的，我不能让他们离开这里。你们快走！如果你们把这里的秘密说出去，我也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还有，你们的同伴正朝这里走过来，你们得引开他们，否则你们都会长死于此。就是老子呀！哦，一定一定，只要你别杀我们。想当年，我追随翼王南征北战，从天津一直杀到这里，何等的威风凛凛！可是当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和翼王走散了。谁？出来！和我的士兵不小心闯入了雷震之部下的守护丛林宝藏的禁地。你犯了我的兄弟，我是你头的，有本事冲我来！
啊，狗四，好了，你们怎么了？却为封印在这里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几百年了，几百年了，你们快走！天哪，太吓人了！原来真的还有野人啊，而且野人还会法术。那个雷震子，他不是那个什么《封神演义》里面的那个吗？这都太不可思议了，竟然真的会有野人，而且会有宝藏，这竟然都是真的，竟然被我们误打误撞给撞见了。是啊，原来吴军说的是真的。我要是没有亲眼看见，我都不敢相信，这简直像做梦一样，太神奇了嘛！哎呀，郑哥，我真不行了，我刚刚吓坏了，累死我了，我们就在这休息一会儿吧。好吧，我看那个野人也没有伤害我们的意思，前面不远处就应该安全了。我们就在那儿休息吧，我去捡点柴火，我们明天一早再赶路。